在消息内看到这台当绿岛渔民加这民众，因为不管这啊客船的业者长期占用这渔民的码头来做客轮停靠使用，啊，佮讲这县政府古长以来有哪无重视绿岛嘛，需要公务船来执行这绿岛顶关民众的相关的交通加货物的运输，今仔日码头空气。绿岛乡长、绿岛区议会议员，一个当地民众要加500人，也抗议布条。在南寮渔港客轮停船码头，抗议客轮业者破坏长期以来在当地民生物资加渔业出入绿岛的合作关系。自六月开始，每个在货物一个渔业航班也减少，造成渔民甲居民的无方便。50只渔船霸占客轮码头抗议。没有给我们时间的状况下，就决定不帮我们运送渔获物资，啊，我们这些渔民跟业者何去何从？怎么办？没有配任何配套措施。因其这边抗议的一个20几年前关火起的客轮码头设计不好，到即马客轮正少停挂，拢是甲渔船硬扛一个码头。造成当地渔民甲居民，一个民宿业者要接送游客，真无方便，要求县府协助改善，同时要求县府重新启动过去离岛公务船的计划，彻底解决离岛民生物资运送的问题。去航港局询问，航港局就说没有收到你们要争取公船的一些资料跟资讯啊。但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到县府以后，我们这个结果就不疾而终了？这是绿岛啊，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我们的公船的所有的计划，如果跟中央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希望县府能够全力支持。客轮业者是讲，客轮有载货限制500公吨的规定，以前若到三港载运货物，就要减少载客量。伊要求县府这边来最近协助解决离岛客货运分流的问题。离岛乡公所讲，自六月开始，客轮不过在载民生物资，一定会造成观光旺季，旅客产业无够，会协调五路渔船到三港载。记者综合报道。